Hey, boy. Look, I'm gonna make this simple for you. You got two choices. Yes or yes. Hello， 我收工了。经过昨天的一天的一天一夜的大夜，这句话是不是有点问题？好吧，随便吧。啊，今天在9点钟的时候收工啦。好，虽然我很懒，我就一直坐在这没动。刚回来，那我就去卸妆吧。虽然化了也没啥太大用，不，也看不太出来。跟我一起去卸妆。嗨，我这边有一面这种镜子。可以把人拍的老大，开始卸妆，把手机放哪儿呢？站住！不听话！终于摆上，开始卸妆。我卸妆呢，就是用这个。没有什么赞助，我是不是不能曝光的？好吧，就是用这个膏。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，然后就这样，很粗糙。不要离太近。上次参加口红王子的那个，这还能用？其实这样的，你用力往下一摁，然后再拧，然后跑，断了。
卸完妆。最近熬了大夜，所以皮肤状态不是很好呀，有点泛红，是吧？唉，粗糙货的，不想敷面膜，有点懒。这是我现在最喜欢的玩具。就是他，我每天都要抱着他睡觉。然后我现在在看电影，给你们看看我在看什么。You mean you can lie? You've been lying to me. You lied to the police officer. Oh, yes, right. Before I forget, happy birthday. You even managed to lie to your life plan. That? That's just a wooden box full of madness. Sometimes I think you care about it more than me. You're wrong. I care about it as much as I care about you. 我要睡觉了。大家晚安，不要太想我哦。